两个四千。混合起来啊，有树脂，很多很多种的树脂，还有很那个泥沙混合的时候呢，就变成这个石灰膏。可是现在我们拿这几种来混合，也是做不来。不知道时代它还是要加什么很多了，所以现在我们研究不出来。那这个石灰膏呢，贴上去的时候才掉颗。哦，古代我们没有看到砖块，啊，古代呢我们都看到这个还没有发现雕工的，所以才石头整块石头叠上去没有雕刻的，不是它还没做完整，它已经盖好了，只是那时候没有发现雕工，没有办法雕这样子，只能雕门楣哈，每个门楣呢雕得很漂亮，因为当时呢他发现这个雕工不多，很少，说不能整个古迹雕的，不像大小五个整个古迹雕，这里只有门楣的才雕得很漂亮。这个也不是，我们看到前面雕刻是男生。后面雕刻是女生哈，啊，这个呢，除了当着庙，就是纪念他的父母亲跟着祖先，哦，祖先的呢跟父母亲，我们看到。很热的，对吧？在台湾，你们要看到这种鉴定的话，你们是很好的。他叫我试啊，可是我还没敢试。这机会一样。上期我五分钟到十分钟以后，这个宝石会回复，光泽要慢慢出来的，是确定是真货，没有染颜色，没有经过加工，就确定是纯宝石。这边也可以，都可以，哪一个都可以的。要那个价钱，如果你想要的，特别是2万块台币的，是蓝宝的，蓝宝是一克拉50，红跟蓝一个价钱，一样价钱，对，一样价钱，一样的价钱，蓝宝也是很漂亮的，暗的地方光泽是很好的，19×2，9克拉半这一个，啊，没事，这个可能忘了。怎么办吧？475，对折，230，乘以台币7600。但是如果特别价，如果想要5000块，5000块，这个特别价3000块，都是特别价。有心去这边买特别，公司鉴定的，还有保证金，因为我们就根据产地的。这个如果你的特别价，给你15000。这是15000，30一颗啦。价台湾猪。政治的事情啊，
有没有跟那个世界一些回教国家有来往啊？他们只要只是那个负责那个吃饱饭啊，因为越南这边也是经过这个长久战争啊，所以也是很怕的。关于这个啊战争方面来讲呢，大家都有经过的嘛，所以就很怕了。啊，越战刚结束的时候啊，有一些人会起来想要搞这个政治的事情，那时候很多我们那个老百姓都会支持啊，因为受不了这个制度嘛，所以大家就会支持。去事业部的同仁跟会士的这次旅行团到玉林台越农产有限责任公司，这个是我们在当地注册的名称。那大家辛苦了，已经到出来已经第五天了，大家我相信心情非常的愉快，明天也就要回家了。那这几天应该玩的也很高兴，大概可能只是这边的天气比较热一点，不过看这个天气，今天下午可能会下雨。我们这边下雨的时候通常是这样的，一阵狂风来，大概五分钟的时候就开始下雨，所以在这边工作非常的辛苦，一刮风马上摩托车就要骑进去了，把挡风布放下来。白天的时候因为有工人在，他们一看到刮风他们马上就会把挡布放，下班以后我们是只有固定的一个人在放，所以关主办了他们就骑摩托车。王总经理，还有副团长，还有各位朋友啊，我们刚才听到我们王总跟我们讲说他的经营的概况，各位就会了解说哦，各位在我们台湾当厂长也好，当股长、当领班也好，实在是很辛苦。可是比起的我们的海外的这个部门来说，那真的是小巫见大巫。那你刚才看得到，我们这个台越公司，它的饲料从进口，然后饲料要自己配，然后猪种猪要自己。去找它的来源，然后经营管理。各位在现场，唔免烦恼钱啊，也不必去烦恼资金的周转。啊，唔免烦恼薪水安怎来？时间一个到哦，钱就会入去各位的户头。这里不是。这个准备这个武器来对付那个敌人啊。那刚才小罗所讲呢，是在这个法国的那个时候。那本来这个地方就已经有游击队，同时那时候就泰地呢离这个胡志明市很近啊，很容易被美军来攻击他们，所以后来他们就迁移到这边来啊。那现在我们所看的这些黑线呢、就是随他们的地道这系统啊四通八达了啊。他们所挖的这个地道啊，是从1948年啊，在那时候美国还在啊，法国还在，怕你这边淹水了。当然那时候美军也是有发现他们在这个地道下面里面有时候也有灌什么毒气灌水进去，但是灌这些毒气水进去都没有效啊。比方说是灌毒气来讲啊，当然因为它那个地道比方说是第一层，如果说那个毒气下来的话，他们是跑到第二层去，那跑到第二层的时候，他这边的第一层跟第二层下来的地方有盖子把它盖起来，这在造的啦，在住的啦，这是好难看啦，在接啊，在接啊。各位可以看一下，然后在这个地方小小的地方，能不能够寻找出来呢？地道的出入口，一定在这附近嘛。厉害哈、哦！那个今天也不好找了，潮湿哈、比较着急，所以叫他打开了啊。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出入口啊，那里爆炸的声音，知道给敌人知道。美军的战车在1970年的时候，
们只要拍照可以拍得到哈。那么你们一直在走下去的话呢，越走越深呢，越不好走。那么以小王知道了，阿兵哥呢，因为看到我们这一团不是年轻人了，大同小异，给你们走到30米上来好不好？好。因为有些下去这边上来哈。啊，别给再下去了，你不下去，不下去的话，我们在那边就看到他们上来了。好，来电话啊。哦，来电有电电，不能错掉电话啊。我连电话都尽量听到，这个都。电话电话。来哎，无简单，无简单。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我这边较紧啦。你较紧，你离我无较近。我这边较紧啦。啊，我是等面啦，我惊伊散去啦。啊，较慢啦。无惊散，我讲我等看你。耶！我是拍起。重振光明。来，注意，注意，小心。而且我这是讲大家拢看你吼，切切卖散安尼啊。对，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对啊，你小心啦！王晨晨，你们走得太快了。好，妈的，一直走。哎，小心啊！慢慢上，慢慢上。他就在那里啊。慢慢上哦。哎，哎呦。我死地铁。空气很稀薄啊，潮湿啊。对，所以小王说大辛苦，慢慢上，慢慢上。真少安尼都闻啊！哦，贴个通枪呢，被气吸吧。哦，张哥，来哦，哎，来来来，这钟经理出来，你头壳空着拢流血呢。钟经理出来，哦，这里有这样，成功了，点会都不能点，接着开，哦。哇！我唔使電，只手會電。哎！都講嘅，我仲講白。輸送氧氣，呢度白用咗白。白好白啦。輸送氧氣，等，哎，我而家追啦。注意注意注意！哎，好简单，简单。哦，胜利啊，胜利啊！好，恭喜哦，是啊，哦。啊，你厂长咧？办好，安尼你有拍着美军无？安全啦，注意安全。哦，没有问题。讲我袂啦。没问题啦。好，好，好，好。耶！水啦。这是这两个问题啦。这是出来爱搁热情拍咧，唔是干那软软出来就这尔咧。要出来搁不严谨咧。好棒哦！他就要背个板栗啊！高先生，还有那个啥，我懂，另外一边，我懂，我懂，是嘞是嘞。好，我这个冰冰锅啊，那买牛奶啊，我也给你吃。冰冰锅啦，哎，冰冰锅，哎哎哎哎。哎，请，目前开始起来哦，开始招潮，准备。不不，开始，不接起。好，好，好。啊，头家去，头家去。啊，只有头家去，哎哎。小姨，咱给你拍棚啊你！啊，不是讲唔过来，讲硬过来。太太要行，伊敢对后边行？伊招伊过来，啊，尾下过钱。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